你好，欢迎收听365读书，我是云公子。人到中年，上有老，下有小，负担重，事情杂，老人孩子哪头也不能松懈，自己的工作也往往最是建功立业的阶段，同时也正是人生感悟最多的时候。今天和您分享俞平伯的中年。什么是中年？不容易说得清楚，只说我暂时见到的吧。当遥指青山是我们的归路，不免感到轻微的站立，或者不很轻微更是人情。可是走得近了，空翠渐减，终于到了某一点，不见遥青，只见平淡无奇的道路数十，憧憬记忆消逝了，我们遂淡然长往。所谓某一点，原是很难确定的，假如有，那就是中年。我也是关怀生死迫切的人，直到近年方才渐渐淡漠起来。看看从前的文章，有些觉得已颇渺茫，有隔世之感。莫非就是中年到了的缘故吗？仿佛真有这么一回事。我感谢造化的主宰，他老人家是有的话，他是我们生于自然，死于自然，这是何等的气度呢？不能明言，唯有赞叹，赞叹不出，唯有欢喜。万想不到，当年穷思极想之余，认为了解不能解决的谜的障，直至身临切境，早已不知不觉地走过去，什么也没看见。今是而昨非呢？昨是而今非呢？二者之间似乎必有一个是非。无奈这个解答还看你站的地位如何，这岂不是白搭？已今是昨，则是昨非；已昨是今，今也有何是处呢？不信吗？我自己却还留得依偎的纪念。再不信吗？青年人也许会来麻烦您，他听不懂我讲些什么。这就是再好没有的印证了。在倚山作笔，上去时兴致勃勃，唯恐山径虽长不敌脚步之见。事实上呢，好一座大山且有的走哩。因此凡来游的都快乐的努力的向前走，即走上山顶，四顾空阔，面前蜿蜒着一条下山的路。若论初心，那时应当感到何等的颓唐呢？但是不，我们起先认为过涧的脚力与山径相形而见绌，兴致呢与山间二望之余随烟云而俱远，现在只剩得一个意念逐渐的迫切起来，这就是想回家。下山的路去得急啊，可是对于归人，你得知道却别有一番滋味的。试问下山的与上山的偶然擦肩而过，他们之间有何联署？点点头说几句话，他们之间又有何理解呢？我们大可不必抱此等期望，这原是不容易的事。至于这两种个别的情味，
在一人心中是否有融汇的鹅青，惭愧我不大知道。依我猜，许是在山顶上徘徊这一刹那吧。这或者也就是所谓的中年了。依我猜。表独立兮山之上，可曾留得几许的徘徊呢？真正的中年只是一点，而一般的说法却是一段，所以它的另一解释也就是暮年，至少可以说是倾向于暮年的。中国文人有叹老皆悲之癖，的确是很俗气，无怪青年人看不上眼。以区区之见，只怕被人说俗，并不敢言老，这也未免雅的可以了。所以倚老卖老果然不好，自己嘴里永远是年方二八也未见得妙。甚以说之难也，欲检点，欲闹笑话。究竟什么是中年，姑之不论，话可又说回来了，当时的问题何以不见了呢？当真会跑吗？未必。找来找去，终于被我找着了。原来我对于生的趣味渐渐在那边减少了，这自然不是说马上想去死，只是说万一死了也不这么顶要紧而已。泛言之，渐渐觉得人生也不过如此。这不过如此四个字，我觉得坦坦有余味。变来变去，看来看去，总不出这几个花头。男的爱女的，女的爱小的，小的爱糖，这是一种了。吃窝窝头的只想吃大米饭洋白面，而吃饱大米饭洋白面的人偏有时非吃窝窝头不行，这又是一种了。冬天生炉子，夏天扇扇子，春天困似梦冬，秋天惨惨戚戚，这又是一种了。你用机关枪打过来，我便用机关枪还敬，没有，只该先你而呼呼。这也尽够了。总而言之，统而言之，不新鲜。不新鲜原不是讨厌，所以这种把戏未始不可以看下去。但是在另一方面，说非看不可，或者没有的看，就要跳脚拍手，以至于投河觅井，这个我真觉得不必。一不是幽默，二不是吹，实者见之。看戏法儿不过如此，同时又感到疲乏，想回家休息，这又是一要点。老是想回家，大约就是没落之兆。老我已生，惜我已死，我很喜欢这两句话。死的确是一种强迫的休息，不愧长眠这个雅号。人人都怕死，我也怕。其实仔细一想，果真天从人愿，谁都不死怎么得了呢？至少争夺机变，是非口舌要多到恒河沙数，这真怎么得了。我总是保留着最后的自由才好。既然如此说，眼前的夕阳西下，岂不是正好的韶光，绝妙的诗情画意，而又何贪玩之有？他安排的这么妥当，咱们有的活的时候，他使咱们乐意多活；咱们不大有活的时候，他使咱们甘心少活。生于自然里，死于自然里，咱们的生活，咱们的心情永久是平静的。觉呀，
跳呀，他果然不怕，赞啊美呀，他也是不懂。天地不仁，大慈大悲，善哉善哉。好像有一些宗教的心情了，其实并不是。我的中年之祸是不值一笑的平淡呢。有的活不妨多活几天，还愿意好好的活着，不幸活不下去算了。这用得你说吗？是就此不说。